天创就安庆，恭迎客家乐正式开始。客家好，感谢雄心时代来议论民党公民参加全国客家营天川交安庆昆雄客家乐的互动，做伙来努力，感谢大家。这站还在学呢，学一届呢哦。咱今年的活动非常的精彩，尤其各社区咱赞助的学校的一些表演，拢非常的精彩吼。啊，佮有咱特别的，就是咱各种的 DIY 哦，各种的啊宣导，啊，甚至咱的美食的 DIY 啦吼。等下咱的米太巴现场是啊，撮下咱看吼，撮下咱食看卖啊。啊，佮有咱的油葱粿，啊，咱客家的油葱饭吼，啊，佮有咱的。个咱的米糕吼，拢是客家的元素，予大家食免惊吼。日文就是第一个，对吼，食免惊。一年一度吼，我们的客家文化季又正式的展开了，这是天川日吼啊，未来啊举行我们客家文化的啊很多很多的活动啊。啊，天川日的由来真有意义的对了吼啊，在啊咱这个一年到头吼。啊大家非常的无闲咧种植，其实人无闲吼，土地嘛真无闲就对啦。所以讲人应该爱休困，土地嘛爱有休困啊。这个天川日的由来啊，就是有这么一个深层的意义哈、啊，也表示人跟土地之间大家要共存共荣哈 啊。所以在天川日啊，大家一种看过黑落来啊，这会来佚佗就对啦吼、啊，大家到老天天。今仔日各社区咧有真济吼，带着你们的这个农特产品吼、啊，有很多的这个手工艺的啊这个作品，来你记得收载，大家度过快乐的一天。我想这是天川日最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哈。啊